就係啊！我们在安喽，然后我现在使用的是我们天然2018最新推出的设计硬币二号杆。这次杆呢，我们是采用耐米合金的素材。这种素材呢，可以让我们在挑铁板的时候增加它的反发力，让我们铁板的有质可以更加的漂亮。然后在我们在补衣的时候，就可以像这样90度，而且它的拉力值很高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大雨或巨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控制它们完全没问题。欢迎各位带我试试看我们的设计硬币。狗牙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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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快走！哈哈哈哈哈！接着往人家剪掉哦。哇！拉进去啊！我拉进去。Thank you。哎。OK 啊，这样顶着就好。好好好。不要管，唔使啊，你到六开六咗啊。乜督乜？唔系你执乜？就系你俾阿 Sam 十八要拍嘅 stop 啲就拍嘅啊。慢啲，慢啲。好。知道啦，而家我们要 yes。不是，我就是这种，不是我在放。那半步路。啊。哦。那半步路很干。不走吗？来，干杯！干杯，把它喝。喝。嘿嘿，东哥。东东。哎，这样，哎，那你安排啥时间？哎，过啥那安排的那些？那些啥时间？哎，马里，马里。哎 ，yellow，yellow，yellow。哎，马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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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llow。哦 ，yellow pin，yellow pin，yellow pin， 不上。我大条哦！Charging in three, power two。二号杆跟这只黄旗尾搏斗，两分钟里面 KO 掉它，硬杆硬九十度没问题。不会了，手机安全等一下。阿妹，阿弟啥？阿弟啥？姑娘，高速。阿弟啥？高高速啥？跑我徒弟一下。哦，那你六个尺度，你六个尺度哪里来？哦，阿妹对六个大弟有冇感觉？对啊，找我。你要装一下那个雪。